启示录第六章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，说：“你来！”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，又要胜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。 你来，就另有一匹马出来，是红的，又权柄给了那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。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：“你来。我观”我就光看见有一匹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。 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：“你来，我就观看。”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音府也随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。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，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：“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身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”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：“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，也像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，像毛布；满月变红，像血；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。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。 山岭、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”